养蓝寿不能用高水位，并且水泵流量还不能大。这个观点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，但是在金鱼圈一直在流传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请听我一一道来。这两个问题其实也给很多新手带来了不少困扰。有人说高水位饲养蓝寿金鱼容易栽头和失鳔，这种说法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完全属于扯淡。首先栽头和失鳔，第一跟体型有关，第二跟肠道内脏有关。 栽头和施壁跟水位的高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相反，水位相对高一点，水体足够大，我们养起鱼来足够省心，水质也够稳定。在低水位的情况下，我们俯视观赏，可以把水位放低一点；如果测试，尽量水位安排在五十到七十公分。第二点，我们再来说一说饲养金鱼是否能够用大流量水泵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水泵流量的选择是水体十倍以上。 但是很多专家说养金鱼难受，水泵流量只能选择五倍，水泵选择大了会影响金鱼游动，甚至会折尾。我觉得饲养金鱼水泵流量只要不大的太离谱，正常情况下都是没问题的。金鱼也是长脑子的，它不会一直冲着水流游，它也会选择缓流区休息，所以不用太在意。好了，关注旭宝宝，分享最硬核的养鱼知识。